陆夏的发球，不会吧？难道马上就能破解陆夏的外旋球吗？啊，他要打挑高球。 你这小子放短球，算了，还是这么从容。和高二的主力队员比赛，还能有这样的成绩？陆夏真是太厉害了。换左手打了，不打了，我认输。萧晨学长，你怎么认输了？他一直在用不擅长的手和我打。左撇子，还好排位赛没跟他分到一组。